你们好，我是朱哲琼。卷名制作人问你们好，我是陈潇。好，陈潇，我最近听说练习生他们特别的辛苦，从早上练到晚上特别累，我就想给他们放松一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放松一下？哎，我们之前就是放松的话会玩那个，玩什么？背四舞蹈啊！对，我知道。你们也玩吗？我跟你讲，我们那时候练习生的时候玩过三倍，我们也是三倍，就是把那个速度调到三倍。很好玩的，那你要不要来试一下？好吧，试一下。那我就慢慢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久不跳，好，来，唱我们主题曲的，好，可以。加到1.5倍。两倍。哦，放慢一倍，哎，放到2.5倍，快了，快放快2.5倍，放快2.5倍，哇，天哪，好难呐，好久不跳，你有点玩嗨了，好开心，好放松。我觉得给我们练习生跳的话，他们应该。